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北京时间12月17日凌晨4点，本赛季西甲联赛第19轮迎来一场焦点大战，巴塞罗那坐镇主场诺坎普球场，迎战目前西甲排名第一的皇家社会。此前，皇家社会状态不错，13场结束取得7胜5平1负积26分的成绩，以净胜球优势暂时力压马竞，皇马排在榜首，而巴萨则是积17分，排在第8，落后榜首9分之多。本场比赛，双方的目标都是全取3分，巴萨渴望冲击联赛第6胜，而皇家社会则是希望击败此前状态糟糕的巴萨，继续稳固自己积分榜头名的位置。首发方面，巴萨这边梅西、格列兹曼、佩德里、布莱斯维特组成前场4人组，皇家社会这边威廉若泽领衔，大卫席尔瓦继续伤缺。比赛开始阶段，巴萨仍旧慢热，皇家社会这边率先进入状态。第27分钟，皇家社会开出角球，波图送出助攻，巴西国脚威廉若泽跟上推射破门，皇家社会客场1-0领先。很快巴萨就还以颜色，第31分钟，阿尔巴赢球怒射破门，帮助巴萨火速扳平比分，两队回到同一起跑线。上半场零结束阶段，第43分钟，这次是德容在中路接到传中后推射破门，帮助巴萨在上半场就将比分逆转。12分钟内，巴萨连入2球实现逆转，皇家社会有些招架不住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两队逐渐踢得更加焦灼，皇家社会进攻更加犀利，巴萨这边只是疲于防守，伺机寻找反击机会。随着比赛的推进，皇家社会在比赛尾声阶段进行了最后一波猛攻，好在巴萨门将特尔施特根发挥神勇，阻挡了好几次皇家社会的好机会，最终双方均无建树，两队战成2-1。巴萨凭借上半场第31分钟和第43分钟这12分钟内的2粒进球，击败西甲第一的皇家社会，取得联赛2连胜，暂时升至西甲第5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